你捌听？民营的，我讲吼，因是足厉害的吼。反正咱来要做啥吼，伊就是开放台先啊，思考讲，哎，这摆干嘛就开放给恁啊？伊是毋是啦？你是安那爱海关来去开放民营？你知影这个台中港吼，一年的收入偌济？1000亿呢，1000亿呢。所以你甲看吼，这个现主席。当然啦吼，咱这个也做海关，咱是咱的关这个署长吼，林义宪吼，原来高雄市的酒店，因为伊本身就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国税局吼服务，啊，伊是过去吼，迄当阵虽然是中华民国，但是吼，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真正有够，啊，所以国长吼，我是讲希望咱国民吼，咱各社员啊，拢家己本身吼，感觉讲，我也有兴趣吼，你爱自我推荐，我讲一摆。所有的人，你若想要担任啥物啊，爱自我推荐。你无自我推荐，啥物人办？社工就是看到你安尼尔，无效嘛。你到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转来中央，含逐个人见面，才逐个拢有滴啊。含逐个见面，我吼，我认为是当做啥？会啥物啊？对不对？甚至你若总理讲，我可以当总理呢，我就互你做副总理啊，对不对？总理来讲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哈、各位，你咱大家爱自我推荐啦，你唔通想讲中华民国迄度袂下啦，甲咱袂下啦，你讲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我要甲各位报告的最后一件哈，结束的时阵哈，请你摕这个名牌哈去换一份的这个叫凤梨酥。喂，各位同心，我在秘书长报告的第一点上哈，想要补充说明今天归您这位我们的先进啊，为什么我们会请他来担任副主席？我们在4月19到23哈到日本去的时候，第一天到的时候，好像第一天到他就来了，他非常关心我们。台湾民政府的发展，他是在新竹出生的。如果以出生地来看的话，他也是台湾人。然后大概在十岁出头的时候，他已经念到小学，大概5、6年级了嘛。战争就结束，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回日本去了。后来就念了大学，他是念经济，然后到美国去，他是在那个优秀休理派下上班，然后派到美国去。那后来他好像在美国去又去念军校，又服兵役，在当美国的大兵。说这个经历是非常的，他好像我说我没记错，他好像是在安纳普里斯那个。就是 Navy Academy， 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学校读书。后来他就离开军队以后，他就开始经营这个船公司，所以他的船很多，也做各种这个投资。那生意上大概做得很成功。他最成功的地方是对台湾的怀念，对台湾的关心。他说他30几岁回到台湾来找他的同学的时候，好几个都死在228事变，他非常的伤心，非常难过，所以非常关心台湾，每年都要到台湾来。我们民政府这个出现民政府这个论述跟主张以后呢，他经常来关心我们的发展。那一天，他来跟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，他很主动的说要帮助我们，在那个地方，在东京，在大阪，特别是东京地区，因为是政治中心，他说他愿意以个人的力量去帮忙我们跟一些政治的人物。联系跟议会议员去联系，
我还是非常感动，我听他这么说非常感动。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跟那个秘书长建议，我们应该请他来担任我们的副主席。他长得高大，哦，魁梧，所以我觉得说他英文讲得非常好。我跟他讲日文讲不通的地方，就用英文来沟通，沟通非常良好。基本上他对他们的感情，他对他们的付出，很令我们感动。所以我的建议呢，好像秘书长也接受。所以在五月中的时候，他到台湾来，我们在国华饭店请他吃个便餐，问他愿不愿意来担任我们的主席。我们以为他会对此对他非常高兴，非常幸福，他说很乐意来做这件事情，来帮助我们民政。对这件事情，我们下次有开重要会议的时候，请他来跟大家见面。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他非常的敬仰跟敬佩。我做这样的补充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商业大臣报告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好。这个。